思います。活动兑换码。哦，哦对了，幽梦就前段了，幽梦结束了，是不是？我一个比一个还忙，真的是，根本就没能聊。你朋友一个比一个还忙。老师他妈一个交女朋友之后，照三餐找找不到人，笑死！是残酷的，很正常啊。我都担心明年他是不是就不要出国了，我还特别问过他，他说还是要出的啦，要出还是得出啦。我感觉他，他真的，感觉。我是知道时间一定会变少啦，但是他这个很夸张啊，之前大概问一下起码半天内可以看到他已读或回讯息，现在一天都不一定能够看到他已读，好惨哦，一天都不一定看得到，这么惨，有人跟你们八个，对吧，好难联络，所以我才想说今天难得他可以出来跟他讲一讲，确定一下。这个时候就要说一句话，单身还是有好处的。又不能叫他分手，是不是不能这样子啊？人家毕竟人家有对象嘛，我们当然是给予什么祝福，给予打击。没有，我会在给祝福的同时，适时的稍微打击他的心态。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他现在的情况，就是毕竟他那个东西是，他是透过一大群体里面，透过一个群体里面认识的人，然后才交往的。这么勇啊！我也不太知道，简单来说是打桌游认识的。人家说我们那一群人都见过他，问题是我都没有印象，我甚至连现在他长什么样子我也都不知道。马上来看一下历史记录有没有被抽过。很好，没有。你要被抽过也是可以。说什么呢？是不是想死？说啥呢，兄弟？你是不是活你呢？你都这么期望了，那我当然是满足你啊！对啊，没差，小浩你抽烂了。小浩现在出谁？我好像都没差。你不才刚出谁？对，所以你一定抽不到这个版本，你一定抽不到了。下个版本是谁？天之啊！天之。天之啊！还有天之一斗。天之一斗。刚刚不是才前瞻吗？我没看啊，我没有看，我没看啊。天之一斗，哦，我看到了，好，水龙王，哇，下半水龙王哎，哇，可以了，小号可以存石头了。啊、新的蒙德卡斯，在哪里啊？他怎么没写？他没有写，阿森之前占有点，那、官方会在公布。新增现在什么？新增蒙德卡斯？就是第三个的弱势角色啦。那个叫定轨角色池啊，对 对, 對，哦，定轨角色就是出角色啊，定轨武器就是出武器，哦，是啊，抽卡不变吗？没有讲，他没有细说，他跟我说会出，那应该是下个版本的事情了，下个版本，4.5，不是4.5就有了，4.5就有了，是哦，他就是他说想第一。靠腰，那以后这样抽角色到底是90抽？所以反正就是一样是90抽是保底是吗？啊，我听错吗？知道啊，不知道。到前端就懂，什么都没有讲。OK， 去你的米哈游。
他只告诉你是米哈游。我真是谢了米哈游，谢了。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妈的，那六只里面有几只是常驻的？那这样其实我觉得这卡池的话不适合抽角色，适合抽武器。对哦，记得威海毒枭，然后蓝墨，蓝墨哎，可以定鬼蓝墨，可以。然后剩下的都是天空系。对啊，你刚刚说有什么蓝墨、阿莫斯、威海毒枭，有阿莫斯吗？应该常驻武器都会有吧？没看清，常驻武器都会。杨墨跟我也是。好悲啊，这两把大剑。给人家说威海青椒的机会啊！他妈的，威海青椒不是虚拟的吗？怎么好猛的？稲光り、すなわち永遠なり。上次收我的信箱，我真的。せ。うん、今整理一下。ひゅ。裁きの雷。風の行く先千人のご高覧がはっ散れ風よ見切りましたここより弱滅の時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仮輝くがいいお忍びはっ風よはっはめた深淵吗？嗯？今天更新了？没有哎、欸。等你以后，他妈你生日是以后自己都不记得。不是啊，我忘记今天深渊更新这件事情。我并不是忘记自己的生日，我是忘记今天更新这件事情。你生日会更新，这个不是应该要记得吗？靠腰、哦，忘了啦。我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不记得深渊这么快更新。会很荒谬吗？还好吧。荒谬啊，你都不知道。靠腰，完蛋！我兑换码只换到一个，啊，只换到两个。我好像少按一个。
小暗而已，还以为什么的。我说我要打，嗯，再打一下。我不打。先把刚刚讨论的整理完。毕竟他们一个懒惰只会玩游戏，另外一个他妈变马子狗之后超难联络，所以只能玩整理。好委屈哦！你看起来是有很多的抱怨心得哦。简单来说，他们只要愿意交流，我都可以接受。不要都联络不到人，这样子我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他们都我在弄。然后还有一点是，我怕找了女人之后就都不出国，这样我们三个人的就只能变两个人了，变两个人。剣の盤石、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さばきのいかず、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理解を試行錯誤。万一有人先自己尿尿，我要歧视别人。捕まえた、痛がっちゃい。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ここより弱滅の先。問你吧，你不愿意出国？还好，自己出讲。对吧？你万一一个讲还好。我的目标是要每年出一次啊！你出钱就可以了。但是我不太会讲中文，这样子很尬。跟夫妻出去就很尬，是有一点呢、啊，就有一点电灯泡的感觉。帮马可先找一个女的，多找一个女的来。你在哪里？我怎么找到？为什么讲话都要那么小声？是我吗？对啊。没有，麦克风调一下。我已经把你调到140了。好，应该可以了。这样，这样嘞。你靠腰，靠腰啊。好，好，好 ，OK。好，这样120应该就可以了。この音量でいいのか？ちゃんと聞こえるよな。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
阿诺伊，又怎么嘞？好冷、啊，你们那边应该十度了。嗯，十度对。我这边13度，高雄大概16度。难怪关西今天居然说冷，我吓到了。今天高雄是确实了，有点风，然后有点阴天，想快下雨的样子。欸、你怎么没有去找关西？有两两。他就不来找我啊，没心啊。肯奇那天他又不来。亲戚啊，你找他不来？我看起来像是有车吗？不是啊，他要来找我吧？我没车。他也没车。好多都是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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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刚刚听到声音的时候，马上转头，还是看不到，声音就在第二个萤幕而已。可恶，妈的！不是我欺负我，听不到声音啊！你听不到？靠背来不及看啊！靠腰到底是谁？不是我，我也没认真看。我在认真看我的东西。他写这是怀石料理，干嘛？你讨厌怀石料理、喔？他不是说不吃怀，他不说不吃怀石了吗？然后他选一个怀石料理，还挑一间10000日元的，10000日元？哎、欸，日元台币多少啊？一比没看到，马可操，被我抓到了，敲键盘的声音。是敲键盘的声音、啊。那你把我的声音调小一点吧。是，小了。这家伙。新天洞いざ剣よ盤石有必须保健消大有亚克斯呢，结果还是回到这里。这个一样要等11月才能预约。网站点进来是哪里？到底为什么有那么多个网站可以预约啊？网站这样有比较好吗？网站，网站。八重神子现在穿黄金套了，剧团套了。对啊，对啊，对啊！现在只要吃一伤害居多的，都会穿那套。像是飞蟹儿、绳子，还有什么？那种挂衣当后台的，都会传剧团。
剧团号，主播生日快乐，谢谢。不客气。常常真的要吃这么贵的东西，9800哎，9800。它还有14800跟9800是最便宜的，它还有14800跟19800的。哦，我的天！看日本东西要便宜很便宜，要贵也是可以很贵的。今仔才食了尔呢，阮练的好乖啊，对啊。键盘是哪一个？调一下。不是，我都问你的键盘是哪一个？就杂牌的。杂牌。有多杂？很烂的那一种。为什么都这么响亮呢？
那、啊、我明天会不在。好的。明天回来应该很难。没事，那就由我来撑场。那你知道我明天要干嘛？你明天不是要去台北吗？没有啊。不然呢？我明天要去荒郊野外。啊？扫墓？哎，厉害了。不是啊，这个时间点三月，然后这么，然后。有事情通常也只是，也只是一号会再扫墓吗？啊？三月一号而已、欸，有可能啊，因为有的都很提早扫啊，客家有的客家人更早就扫了，然后有些人也是现在都提早拜了、啊。对啊，你之前检举其他玩家不当的文字讯息聊天行为，我们已判定违规，情势属实，该玩家也已收到惩处。笑死！IP 爽啊，妈一群垃圾。很气，只是不知道是谁中奖。我昨天检举好多人哦，可以吧？昨天打成那样，不能检举说不过去吧？昨天输了几场啊？七八场，一二三四五，哎、欸，没有啊，昨天才输四场、欸，可是昨天才赢两场啊。赢两场输四场，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いいだろう。何個か。な、全部丸見えね。律令十分。哦，终于到吧？可是很晚。还有一杯鲜奶茶要喝。律令十分。冠希是不是很喜欢喝可乐？酒家那些都比较喜欢。我都喜欢喝没有气的可乐。真的很气。
の盤石。呪文チョック、糸よ交錯せよ。痛がっちゃいない。知識はあなたにもはびこりなさい。律令チョック、雷光糸美しきかな。我觉得要不不饿过哦，才两块。嗯，花生不该打个 low 吗？不要，不要，明天，明天再打，明天再打原神啊！明天呐、啊。
啊，反正你这个还要凹，麻烦死了。不用凹啊，为什么要凹？原来是黑风对你说生日快乐。为什么这个要凹？不用吧。好了，我先把这一层打，我先把这一间打完。你有办法开两个游戏？马克没了。那个 last 什么东西是什么鬼啊？为什么马克可以开两个游戏啊？我知道这个好像最近蛮多人在玩的，或者是什么游戏啊？黑风好像也看到他在玩。这怎么感觉有点像魔兽啊？很像，说不定他就是魔兽、啊。很像暴雪英霸、欸。说不定他就是魔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嗯，你怎么又变那么小声了？为什么又孤大无侠？这样嗯，你用的是什么麻药？我一律推荐人手一颗雪球。雪球是我当初推你的靠腰。他雪球用的很好啊，现在连我哥都要用雪球啊。我是也有在考虑啦，还是说今天有人就帮我下定一颗也是可以啊？可以啊，货到付款。可以啊，货到付款。哭啊！我帮你下。我先出门一下，等一下回来。啊，好啊。啊、他要去帮你买雪球、啊，太好了，货到付款，干！每个都给我来这一招。您是货到付款？问就是货到付款，哎、欸，喜欢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不爽快。哎、欸，你电脑扛得住窗分开了、啊？早就扛得住了。这次是意外啊！这是什么？阿福？对吧？嗯？阿福，我开那么久？很久啊。有啊，他不知道开到什么时候。不要搞我！搞不要不要搞我！我现在会怕，我现在会怕。嗯，为什么会怕？啊，为什么会怕？我只是顶多去 BD 而已。哦、啊，那我也去 BD 啊。好啊，那就家里放空啊。OK 啊，没有关系啊。放空城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最会的就是放空城了。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做。直接把人往彰化京城路的上面。我不玩，我攻不完。干嘛有那个不用？你不是都抽闲云的，不用闲云。啊，想说试试看啊，反正在十一件而已，没差。十一层。对了，十一层。哎、欸，太酷！送你个怪感，呀呀！因为我现在背景在更新，那个系统在更新在跑。你小号还是什么？小号。你绳子练那么快？
对啊，你是本来就有准备材料，换什么练、没有，那个材料本来就有。材料本来就有，你会每次跑去打 boss 啊？没有啊，那个 boss 是以前打深刻的时候有的啊。哎、欸、呦、哦，那个时候有流、啊，那你会打过量哦？没有啊，那个时候打也没有打过量，好像忘记什么时候，然后就突然打过量，然后后面才知道，哎、欸，我过量了。哎、欸，过量46个、啊，没有那么多啦，多两三个吧。哎、欸，有人来。完了，过失。啊，擦一下。啊，刚没扁到那一下。水外，技术一块。你要走哪里？等吧。我要习惯，有时候他会站着不动。没错，没事啊，这不是我，不是我。我现在拼其实有点高，这电脑在更新。我发现我帧数有时候还是会突然炸掉。没有，那个就是 low 的问题而已。哦，是吗？那个就是 low 的问题。因为 low 这个游戏不管怎么样，帧数都一定会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烂这游戏，优化很烂。有，无敌二。哇，他我把他喷出闪现，结果我自己也喷闪现，好亏哦。不是，再见，再见，大意了。妈的，想打声音要死了。没有，被顶起来哦。啊，可以对到辛朵拉，真好。妈的，一个小废物。真的。要不我来就被他操死算了。不要乱说，他们每次我前期都这样，打一打人就没了，打到后期莫名其妙这些人都变成鬼神一样。在哭萎缩了。有换掉吗？哇，好亏！没有。会爆了。
欸，啥鬼？你爆打！干他吸血鬼权杖，这么死哟！我的老哥！好妖啊！不行，我要去打野了，受不了。哦，他整坨兵都打到了，就缺一台炮车，好烂，就掉一台炮车，笑死。完了，我死了。两个都下来找我了。我看到了。两个闪现欸，至于吗？还烂哦。至于啊，这里闪现又不值钱。我好像蛮喜欢159分钟了，就他战绩不差啊，我们两个都303了。巴德的就是攻击，靠腰哦，他怎么会蹲在那里啦？刚才那个特朗德有病是不是？什么位置不蹲那里？没事。你会不会死？不会。要看。等等，好妖，有地道猛攻，不行，好痛，我被冻到了，头壳裂开。哦，这狗头跟鬼一样，我跟你讲，你们看狗头战绩多少？我靠，棒棒人！我把它养成这样的，它应该在肆虐敌方的野区。你要不要来顶上？我来了，他一个人现在应该顶得住啊，我应该不用太管。你是顾中路来的，你是中路杀的，我自己吃虫子吧。舒服，我头应该是不会死，不好说。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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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杀他！过世。电脑的，我操！开啥打蓝杂小？高干，来，真高干，真高干，他很强吗？走喽。虚弱我，看清楚对象，虚弱我有用吗？走喽，高歌离席。上次和牛玩，靠腰，怎么有人啊？
德我可能打不过，朗德有点强。有 MF 在上面 ，MF 随便杀了，好妖啊！把那个推走。我想说，我怎么飞得这么近？MF 随便杀，嗯。对啊，我刚随便杀。嗯。被他随便杀。我被杀烂。我随便杀不代表你可以随便杀。老哥，比对一下我俩的战绩，好吗？你先比对我俩的战绩再决定。好了，那确实。你这样讲也不能说算你拖。哇，他也是拆两座。对啊，他拆塔太快了。他悟空的。啊我，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我啊，嗯，快走，快逃，好像不应该救，救你没有用啊。哎、欸，你没死过啊、哦，那还好。啊，可是我的赏金好像没一个。你那个一到底是什么一？吓一下他，一爽的是不是？你在那里是不是想死啊？啊，狗头打出好运姐啊！完了，被金金了。那我觉得这把应该没救了。我已经把他养到他不应该打出任何神助啊，或者打出那个。炮腰啊！妈 ，Q 一半被注掉哎、欸！阿德是攻速流的哦，哭啊！干，好一点。那个坦克骑手是长那样，真的是很难受。你狗头到底为什么要重新啊？我不知道。我想说这样比较弹性啊。那也太晚出了，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出？因为他比较出。靠腰啊，他又有虚弱啊，老哥。前面起手三项加突破天际，然后后面中间突然出了那个干啥？哎、欸，那 MM 很哭哎、欸。我一过去，他就直接送我一个虚弱，白烂了。哇，他追不到。然后我不是杀不了好运姐，是好运姐每次旁边都有一只无敌在挡。哦，确实。干嘛啦？我要骗我问号啊！他们骗什么问号？骗爽没啊 ？Boy， 没看过老虎开枪好快吗？好，那你等我一下。嗯？让我飞一下！哎、欸、哎，皮、欸、一下嘛！我自己皮死哎、欸！哎呦，回来了！有特朗的，好，好像杰哥的，应该差掉一个就可以。只有特朗的，看你打不打得。这不是我家门口吗？大棒子在前面，我没办法。不是，这不是我家门口吗？你没有站在防御塔打得到的距离。
就不是你家门口，你知道吗？哇！你俩，你们守住，你来守啊，中肯守。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中肯，我没有传球。我是你，你叫乌迪尔回家守你，这样子我就可以。妈的，乌迪尔在那里有个反。没有是多米尼哥啊，多米尼哥我可能就守。不是你在打他的同时，旁边有两只叔叔会打你啊，怎么可能有人让你慢慢打？下吧，下。四八了吧？放掉了。没有，他们没有在吃吧？他们在吃我。他们在吃我了，靠腰啊！我先死你了哈！看我这里三个人哎、欸，人家才一个追你，你就吓成那样。要回家啦，要没了。你那个人追我啊？我长这样子，嗯。我死去了，我被三个人追啊！就现在在追狗头的那三只，刚在追我啊！啊，也是啊。靠腰、啊，上来在干嘛？跑得比什么鬼都快啊，老鼠！好吧，冷静。我追到他。阿弟，风中的大蟾蜍。我觉得他要守家，我去开就好了。怎么可能守得住啊？随便一个进来一锤就爆了。他怎么都不会扣血啊？他是不是会吸血啊？啊，对啊，你要杀好人杰，要杀好人杰。哎，走，你先出手，你先出手。很痛呢，一个闪现而已。什么东西？他太痛了吧！他要是没闪现的话，我还打这一个。0.84秒，我直接蒸发。你还有0.84，我做我撑了1.57耶，我撑了1.57秒。还、啊、好他先打我，上去1.57。所以他要是没闪现的话，我们是傻掉，因为我技能可以打到，一招技能空了我就全空。所以我现在就会即将选择。看我要准备好，有谁想要成为下一个被惩戒的目标？哎、欸，不是、欸，那边打挖土机，我觉得那两只挖土机很难打、欸，靠腰，就是硬了脸而已啦。然后一直往我脸上射冰块，靠腰，超难打的啦。那是上班还是下班？上班啦、啊。但我今天才打。上班啊，我上班已经是比较不需要用的了，已经是比较不吃伤害的了。欸、那光是两台挖土机加两只这个，对啊。啊，那我是用，我是用绽放队就可以打了。本章是用水龙王，本章是用绽放。
但你就这个就不怕打到一半突然跳那个接受对战裂开，会啊，然后我就会干一声。操！我觉得我打最久的就是这只蛇，这只蛇他妈一直转下去，超级真的假的？这只会很久吗？这只是我十二层里面打最久的，这只我好像打了五六十秒才打死，真的假的？因为他一直躲啊，你现在这个样子又靠不到他，干，快点干！没有，他刚好来转。哎，哭啊！完了完了，难得的攻击机会。哎呀，你要帮我波比、啊，波比现在很恶心。波比哦。你说的波比是，不是熬夜的？哦，不是熬夜波比是不是？我想是熬夜波比吗？熬夜波比，我连名字都讲不出来。波比吗？这一只啊，这只波比啊，哪一只啊？我没看到你选啊，是这只吧？这只波比啊，另外一个波比，这只是我的波比啊。哦、这个也是波比吗？啊，炮娘是这只啊，这只是波比啊，这只是波比啊，怎么了吗？那你玩波比，我玩波比，你玩炮娘，玩三娜，好玩波，我玩三娜没玩过，大家一起 AD 嘛，妈的要 AD 就一起 AD 啊，来啊，巴尼，来啊。我的惊的啦，你还都 AD， 放弃挑战。玩 AD 对面就遇到这种，啊，雷九，万般，可立，雷九可搬，怎么样？不要，我会追成白痴。哎，我一直在想我的分账，我到底要抽千只还是要抽水龙王？分账在零加零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抽水龙王啊。零加零哎，因为水龙王真的现在已经习惯一加一的状态了。不然你就本账先抽千只，然后再看怎么样啊？那是因为我分账有那个有纳维亚。在想说，我现在好像也不太需要水龙王，因为我现在也是可以满星的、啊。还在想，水龙王会比我现在的雷普月经强。这两只很麻烦，就是那个挖土机会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一直射来射去。不然就是我在牵制的时候先抽个宝。歪了的话就直接等什么，没歪的话也是继续等什么，笑死。对啊，也只能这样啊，就是如果牵制歪了就直接抽水龙，对啊，也是一个选择，给牵制一个保底的机会啦。我还想啊，要是4.6是会连仆人一起组合，对啊，要抽阿雷奇诺还是阿奇雷诺？阿雷奇诺，阿奇雷诺，反正仆人嘛，然后我要把水神弄满，等于要抽五只角色，然后4.6要是有凝露的话，我才不想要抽一下。然后好像说点八会复刻夜蓝，说点八复刻夜蓝的话，不知道台服抽不抽，两个版本抽一只角色行不行？有点痛苦，那就到时候再看。那我要出什么装？我要出雾穿还是暴击啊？冠希，哪一只？
确实黑人跟头死，我眼没插进去，然后走进去看到一只眼，手就伸出来了欸，我靠，有火炮是怎样啊？哇，还有个远距离穿透，所以要出穿透，就火炮，然后收集者，然后收集者，一个，好，刺客装就对了。然后呢，我要走哪里？你觉得速度可以增加的话，一个海妖车，反正你先出火炮，至少点比较远。干，你要走中路哦，认真。你不是在打深渊吗？没有，找一个地方过。没有，没在打深渊。我怕卡了。哦，是，太强了吧！太强了吧！上三等，直接用屁股坐他脸上。哇，完蛋，那个要杀，好像一定要先杀那个东西，他会吸血啊，老哥，一定要先杀索拉卡东西。嗯，还是不错，但是如果不发机器人，他还各个方向飞，而且我的机器人会变成一个，还是交易，可冲撞击。机器人跑到哪里去了？刀伤了。上路。信爷不见了。信爷怎么从我屁股来？干信爷带虚弱，在哭我。现在很多都带虚弱，一群王八蛋都带虚弱，好意思哦。我就是感觉虚弱。用平常我也扛不住机器人的伤害。来抓我！抓过来直接沉默，直接变白痴。
什么在什么老子我要卡中一点白烂哦，赵信那个角色怎样啊？我要换，我要换路，受不了了，打不动了。这样不玩，我们直接换一场好不好？怎样？你也受不了了？上路也不行了。那是也可以啊。还有四分钟啊，还是早就可以逃了。不行。我现在上去二打一，有机会吗？没有，真的吗？对，我会直接放你。放你是有虚弱啊，又有虚弱，为什么又虚弱啦？怎样啊？没有人要带鬼步，你知道吗？每个都很虚弱。Riot 虚弱改太强了吧？每个都虚弱是怎样？白痴35%超多的啦！滚！完了，我是不是死了？是。为什么又？你看，你看，你看，又有虚弱，又有虚弱，又有虚弱。用游戏体验。哦。下来就是请你吃虚弱，虚弱吃到饱，哎。下一把也要带虚弱了。不信我在这里，我还被拉死。对，还有个刀子，烦死！为什么他跑这么快啊？欸，那好运！哎、欸，我刚刚想说，马可大姐为什么对我方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个赵信很枯萎、欸，被投水啊，白烂嘞、欸。不是啊，那些角色，我们自己玩的时候，我们自己玩的时候也是被干成白痴啊。对啊，玩都玩不起来，连玩都玩不起来。好了，好了，干你！故意送头，好，被顶下来，谢喽。选斗士，我选斗士的时候，对面就会有一堆坦克。这游戏很邪门的，你不知道吗？我选斗士的时候，对面都找不到。选斗士对面就坦克克你，选射手对面就一堆刺客或斗士。刺客对面就有斗士会控你，奶妈在哭欸，妈的，我要去吃菜，我不要，你竟然躲开，知道我一直靠近。为什么又有鸡鸡的呢？为什么鸡鸡的也是 AD 的？是怎样啊？好像像头就太脚了，可恶！哈哈哈哈请你先继续你的十二折。垃圾游戏，回来按个头像。哎、欸，回来按投降，插你那一票、啊。
哎、欸，这是哪关啊？为什么我没看过那只鸟？有啊，上半啊，他好像召唤出来就被我秒，好扯、啊。那我真的没看过那只鸟。爷爷不上半吗？上半我上半、啊，上半上半我一个是水龙王，一个是战霸。嗯，六二七八，漂亮。六二七八，这就是你的雷九万版吗？欸、是我那个没满命哦、喔。有条没满命啊、喔？嗯，差一命啊。没满命，你拿出来干嘛？啊，加拳打、啊。这小号是不是？对、啊。小号，好，咸鱼呢？我刚试过啦、啊。比雷九万八还要烂啊！我试过了，更烂了。你四点六的时候要抽一只水神出来啊？不用，直接抽一只水龙王。水龙王也……哎哎哎哎哎哎！在哭！哎哎哎，又来！我其实觉得你现在比较需要水神、欸、有吗？对啊。哎、欸，跳爽没啊 ？LO。嗯。还是我啊？姐不知道玩不玩了。嗯，感觉杰应该是玩不到，没关系、啊，先选有机会。你先选杰啊。有哎、欸，因为我目前分账的情况下，我现在没有水龙王，但是我照样可以满星啊，而且是一次过的程度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好。水神我觉得比较好，主要是因为你水龙王可能要一加一的强度才有水神辅助的那种强度强。不知道。靠腰啊！我怎么没有把他打下来？威尔哥，这样我不会玩威尔哥。拿到空气吗？丢出去！要问我有个要出什么？刺客还是斗士？斗士。关系你都懂吗？斗士。斗士。那你会再输？我偷到个学习了呀！啊，这鬼畜啊！抓到了。我要死无信心，等下对面有五个星座。我看一下对面有几个星座，对面一个星座都没有吗？哎、欸，对面一个星座都没有哎、欸，认真，真的，真的，而且对面有一个，对面有个叫塔里克的狗格魔。好扯哦！你第一件装就出，不破天机，不破。等一下，忘记带这个东西。哎、欸，保护我，救命！Q 我打丢了，这是 Q 还是打丢了？看你想要。哎、欸，你要死了！你要中大小，我想扫眼。那个眼的对我来讲好诱惑。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原来现在可以换五抽。哎呦，靠！要出狼墨，靠北。
你出朗墨，要怎么出朗墨？那个啊，常驻。给我！可恶！我没有摸到。快了，快了，快给你了。哎，这个是谁？不能变了。点到。所以我下来可以刚好再点燃那在他头上。可惜没有。但他妈的差两块是怎样啦？我不想跟他打。应该差两块。靠北妈出来才给我跳钱，操！笑死。对，就是出来才跳钱。妈，我差两块而已，真的很哭哎。就比洛海妖，然后就可以上，不管是刚杀出 AD 战，那对，让他换路。靠飞啊！靠腰啊！我为什么闪现啊？好丑、哦！我快把自己丑吐了。对面那个姐应该是开始在笑我。他没有啊，他一开始就在笑你。确实。他看着你那造型，觉得很好笑。那互换吧，不然他亏一波兵。敢呢？蛤蟆，我救他，跟他打配合，他那边一直往后撤，撤到救不了我的程度。那往下撤。闪现！哇，救兵！好，有换掉就好。但是我应该要亏一波兵了。完啦，我血亏。没关系啊，你亏是你家的。没关系啊，反正这一把会赢会输，看你们自己啊。我就想输了。早说嘛。我看一下哦、喔，这什么祝福？我可是在为了你们在吃这个。没事，看一下。我不用出九头蛇吗？忘记。不用啊，你还吃更？他虽然吃豆丝，但是可以吃几头。我怎么有鬼？为什么两个人？好想要，好想要点九头蛇出来。我只是觉得九头蛇效率不大。为什么有点难啦、啊？哎、欸，上校为什么不讲？靠腰上上面怎么有两个人跑下来的、啊？他是从家里出来的吧？没有，从河道出来的哦。那我真恭喜你，在哭哎、欸！太惨了，上去了，有锅，上去了，上去了，好好 好，我来了。来，又有一个白痴，杀他，杀就杀那个白痴，那个白痴快把你杀了！完了，你是，我可以救到、啊，我要出什么鞋子啊？哎呀，小兵不要卡，我出鞋子。我吐血啊！
有你，我来救你啊！我来救你啊！哎、欸，点他！点他！干！同一种死法，都有点难啦！看这鳄鱼是，这鳄鱼是他妈的精神病哎、欸，神经病哎、欸！我操！我快被他搞疯了！哇，你被逮捕了！我就不信，我就不信他又有点难啊啊！你妈的，你 Q 全空怎样？想不到吧？打这种没打 view 了，哎呦！那就是你闪现太早按了。嗯，我太紧张了，我太紧张了，我很久没玩杰这个角色，很正常。你瞬间要操作操作，我看我还是吃虫好了。换 CD hold 得住吗？啊，不是啊，你有电刀啊，你那一直清他兵就好了，他清兵不会比你快。对啊。主炮一直丢我回交一点好。老提，嘿嘿，下来过世。那你就不管中路了？嗯，中路不是交给他吗？那我不是装。哦，对吧？好痛，好，丑了。那个音响布，哦，我知道，我刚以为我还是姐。还是姐，快猜呀、啊！你要去哪里？耶耶耶 ！Hello， 发生了一些。啊，好哎。哎，这谁啊？鳄鱼。等下，有鬼！好多鬼哦。感觉比我还妖哦。对。好多鬼哦！我快跑！没有啊，有还好，我是回来了。你确定你那个你安全？你还不走？干！你那明明就有时间可以回去的，你在那边屌啊！我怎么被他死？我怎么被他死？他怎么有闪现啦、啊？明明就有时间可以走的，你在那边送哎、欸！不是，我刚想说，他那边有鬼哦，那我直接在那边回城啊，直接走过来，我没办法。我太他妈皮了，哪有皮？操作迟缓了点哦。快生日快乐，花生，谢谢，感谢来自肯德基伙伴。救命啊！我无能为力哦。有一个愿主保佑。还好我们家蓝 buff 还有，真棒！金魔在这里哦。好啊。你俩还有一只鳄鱼、啊？干啥小啊？我怎么这么多影子啊？靠腰了，跑太快了吧？哎呦，好滑动！我已经杀到变风筝了。哎，我操作失误！哎，我又操作失误了。真的那个，我一直按到打 B 了。哦呦，我在干嘛？我要去当个吃龙人。哎、欸、哎、欸，支援！我把自己秀蛋来了，好扯！哎、欸，你来了，我来了，我忘记我还没投入后期。Nice， 完了。
嘿，找不到。想干嘛就会有人来弄我。这时候已经打过了，我这到底能不能过墙？我要打，不能。他，你那只角色过墙能力很烂。他的表情真，怎么变成变色？该不会有杰度突然跑出来吧？别别别别，这个屌丝！会有鳄鱼。哦，我终于打赢了、哦！奇怪，我想到下面总有一只鳄鱼，我们这边好多鬼哦！要回家，关机。吓到我连闪现都喷出来，靠腰！不要再偷我了！你怎么不灌自己大嘴呢？偷他死了！海妖陨落，还有什么？手机者，手机者。哎、欸，这个、节度不，这个、节度居然不出来、欸。对，最快把敌人杀掉，就给巅峰。没有，我是最快被敌人杀掉。张略有一只鳄鱼，处理吗？我从后面来好了。好、啊，不需要逛街，怒逛一波。他吃我大！哎、欸，鳄鱼什么时候上来的？鳄鱼什么时候下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啊，不是鳄鱼啦！鳄鱼吧。我那鳄鱼跟狗一样，那是误穿鳄鱼。那我也没办法。OK， 谢谢马可的提醒，我等一下会处理他们，我会处理那只老提。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那个逃跑的老鼠？昨天看 YouTube 的时候看到，我就知道他妈的，我就不信你原本会想得出这种东西。哦哟，怎么那么多鬼啊？不是啊，我只看他三碗而已，我没有去注意他的装。这装备是我自己摸出来的，那就是你的败因了，你没有连装备一起抄。记得有滚刀而已，因为要跑很快才叫滚刀。他在追上，过了战斧就无敌。无敌？我这个 HP 他觉得我防不了啊。救救救救救救救！他听我啦，听我的复活，听我的在那里浪，我去杀他。哎呦，有一只鳄鱼，快跑！要啦，要啦！我被他打，我被他打不一下，人就不见了、欸。高瑶，啊，是怎么玩的？老哥 ，How to play？ 削弱他了！啊！靠！穿下就死了。对啊，很扯欸，这就是虚弱吗？他还在那跳欸，跳爽没？嗯，好了，然后欸，还要出什么？为什么射程跟那么远啊？
还有两件装是什么？有点忘了。我现在要直接补一个唐装，这补唐装伤害也太大。什么东西？补什么？啊，你说黑切啊？黑切，好丑。黑切要怎么说？我现在的问题点在于我会被鳄鱼秒杀，然后会被其他角色封杀。哦，我每次都一直忘记要带的。对，我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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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你！不管啦、啊，这个比较重要。哪里啦？家里又有谁啦？杀人比较。嗯，剩我一个人。混凑而已，操！剩我一个，那是不是我可以打一下深渊？还有一件装是什么？最后一件。哈、啊，最后一件。最后一件。那个道具件，要不然就是说，哎、欸、哎，好话，我直接手上。找不回去。搞不好没有机会了。快点，现在按那个十连抽。不要。嗯、是老题，你这样也没办法抽不上。把那个高地啊！我为什么按神仙？现在不能按吗？现在可以按啊。嗯？你不是没有原石，你要怎么抽？零。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都只能杀小啦？什么东西啦？他杀了两个爹。我看到两个爹在那边跳来跳去，很白痴。黑你一直在外面逛啊，我逛，尊重，我在拆塔。你怎么没有把这边土堡拆掉？我觉得出一个手套也可以。我们装了，怎么看？杀人啊！我也想杀人啊，但是无奈的是我杀不死人。哦，怎样？见到了是不是？哟。好，现在时间越来越开放了，时间都到了。好啊，到底是啥鬼？打不赢人。四龙啊！
好，那就还在奋斗中。后边还差一本，还在奋斗中。对了，满装了。好吧，我一下，我一下来就剩一点点血，怎么玩？GG。但是我猜的很爽。赖皮的我又是谁？垃圾游戏。嗯，我以前肯德基的同事。嗯，我伤害也是蛮高的吧？我以为我在鬼混，没有，我很认真在做事，只是刚好对面太强。我很认真的在做事，只是刚好对面太强，那就不是我的错，对吧？没错吧？我可能伤害好低哦。哎，停！加二，应该是那个双赛的吧？你等下看见的那个是不是叫双赛？我也不确定。打狗。啊，这个你也不认识吗？应该不至于吧？很熟悉的 IP， 那时候那马可应该知道。好没什么印象。好吧，因为我也只见过他一次而已。真的是 front side。好了，深渊打完一个的账号了。不知道他们两个会不会过来？不会吧？如果他们两个有过来的话，花生就可以久违的见到。没有想太多了，他们肯定不会过来的。是这样，没心呐、啊，就跟冠希一样没心。我是还没跟你说生日快乐。看一下他在哪里。很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是啊，很久了。他也没在里面啊，真的是在苦味，真正无好笑啊！哎，十八，一二三，明光。明光居然满命了，我女仆居然也满命了吗？好扯，好该满的不是？那你是今天只督图骑了是不是啊？怎样？怎样啦？怎样？可能今天晚上一直玩图骑。谁啦？回归一泽的怀抱。整天玩图骑是怎样啊？谁啦？那么坏、欸？难怪我刚刚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他在干嘛。不会玩，请见谅。好了，你各位，我要去休息了。太惨了吧？随便玩。休息还不关台，好，那个有一个跟我们在玩的队友正在收听 Spotify。我被打，从头逼到，我被打脸了吗？你打我脸，
你说他不会来是不是？你来干嘛、啊？真是的！你打他脸了、啊，他说你没心啊，不会来。你这样子打脸我，这样不是很对呢？今天不是寿星最大吗？你来干嘛呢？出去！哎、欸，你变好小声哦！我先帮你调个200%压压惊。哇！对吧、啊？哎、欸欸，怎么那么大声了？没有了，我还是觉得他很小声。对，我妈调到一半，然后突然打起来，好恐怖哦！基本的吧，160，160应该差不多。哇，好可爱哦！上了280，飞的啾啾，好可爱哦。好了，我怕他勉强听得到。好了，你各位再见了。拜。哎。嗯。呵呵，拜拜。拜拜。祝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呵呵，你也是吗？耶。哎，其他两个嘞？其他两个？